大家好，我是安迪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喊一个爱瑞之旅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喜欢的朋友多多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啊，谢谢，走你。有月光照在你我的脸上，拨开云彩，斩露锋芒。一声呐喊，让我们坚定一个永恒的信念，一份感动蕴藏在我们的内心。我们一起走过了春夏秋冬，一起领悟着迈向了伟大精神。现在你是否听见了爱的呼唤？是否有我的歌声出现在你的心底？不管这条路上我们还能走多久，但是每当在我耳边响起这首旋律的时候，它就证明着我们曾经来过。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些一起走过风雨的兄弟，我更会永远的记得是你们给了我坚定的意志。现在我想说，我爱你们。邀请到现场所有的新老朋友，就在这里做好你的合作书吧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you are beautiful and everyone is here。 做好你的书吧。 Killing Fila点了一首歌，正在召唤你的灵魂。你是否在这里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？天马里啊！请记住我的永久 YY 调频 ID 268751，喜欢的朋友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谢谢。什么键盘给不给力？我觉得我就喜欢这样的键盘，知道吧？我喜欢办公键盘，因为我不玩游戏啊。